哦，你跟我情侣装、欸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哎、欸，还是我脱光可以呀、啊？你好强哦！我猛吗？猛的，龙傲天这个吧。今天要玩这个《天龙八部二》，好不好？先金丹号《天龙八部二》应该有吧？这个《天龙八部二》呢，不只是小说，然后还有被翻拍一大堆版本的电视剧。今天要跟塑胶 PK， 不要乱讲话啦，今天跟依婷啦，跟可爱的依婷啦。喂喂喂，安安是陈。哦，小婷，有声音，就是我们已经约定好了，要在比武场见面了。我们洛阳比武场见面，好不好？不见不散。我们是要先轻功大比拼，要先找指定的 NPC， 五位，然后我们两人同时从这里出发。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现在是敌人，我们现在是敌人。对，我们现在是敌人。那我们原本是什么？那我们先啊？没有没有，好好好。我们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比拼 PK， 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解不掉你。想解不掉呼吸。我们把这个地图打开来之后呢，等一下我们要从这个比武场出发，好不好？到左上角的白马寺找智光大师做一个合影，就是我们要找五位 NPC 拍照了。那白马寺经过了之后，要再去我们的帮会找王光君，然后一样拍照，然后照顺序了，然后到旧宅。找连阿三，然后最后去找贼寇，然后最后再回到这个地方找傲天拍个照，就结束这回合。你跟我情侣装、欸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哎、欸。什么叫矮儿？你那个矮儿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在开始前，你那个矮儿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不要先告诉我？啊？怎么就是害羞啊？害羞，哦、害羞。是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三。二一啊，开始 ，Go！ 哎，我这个路是对的吗？先看一下，我是有研究我的路径的哦。嗯，哈，啊，按错了。哎，我迷路了，白痴，我走错地方。智光大师，来，笑一个，哎，他怎么那么快啊？拍一张，好，来下面一位，我来了，在哪？光君，光大师，哎呀，不见，好久不见了，光君，来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 ，OK， 很严肃，啊，好快哦，我还在拍，啊，要不要让你好？我不动，还是我不动了？没关系，你动吧，我动吗？那你别动，你动吧，来，阿三，跟我同姓，这里，啊，随便跟你拍一张了。贼寇，赞！嗨，要到了呢，不用等哦。我才刚要出去找那个贼寇哎。我在哪？我人是谁？我在哪？他好快啊！乱讲！我橘子。我这个轻功练怎么样？我这个飞檐走壁可以呀、啊，你好强哦！我猛吗？猛的，龙傲天这个吧。所以我很快，不是我很慢，我不快，我慢慢的。你很快，我慢慢的，我很慢。等一下的单挑环节怎么样？你有把握吗？我可是有一手的哦。我刚刚原本还蛮有把握的，但是刚轻功完之后，我觉得怪怪的。陈硬邦邦的呀，你人怎么不见了？因为我是天山，我是刺客，它就是有一些隐身的效果。而且它很猛的是，它那个轻功也能有技能。人呢？哇，晕眩！哎呦！完了，我的神功！我的火焰刀怎么空了？还
还是我脱光。对，那样子不错。好啦，这个暖身啦，暖身啦，还没有正式开始啦。哎、欸，找两个猛的啦，有没有厉害的？对啊。榜一、榜二在你们那。没有榜。你在哪儿，阿 B？ 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啊！重新找人。这个冰龙 Death 跟珠海熊怪，请出场。去输一输好了啦！啊、你刚才不会啊？哎、欸，你刚才都赢了，让我一局啦！好了，没了。来，单挑了，不靠任何人，不要有外力因素，我们就一对一，是，切磋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不是你还没退队、欸？等一下，我还没退。有必要这样子吗？等一下啦！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退出部分。出队。人呢？哇！千金坠。我们现在在空中打架、欸，有点可怕啊！啊！等一下！啊！哇！哇！赢了！没事啦，很棒啊！好啦，那我要来捏脸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现在立即下载就送棒式绝学。胖虎联名坐骑，还有胖虎联名贴图，胖虎坐骑，这个，那比这个好玩游戏叫什么？天龙八部二，金号天龙八部二，直接下载。那天龙八部二也不错啦，画质精美，玩起来爽感也特别十足，对不对？还原天龙八部里所有的武学招式，那打击感也很棒。那大家一定要也下载完了，好不好？惊叹号，天龙八部二。